在上海，十里洋场繁华热闹。辣辣南京西路成都北路口两路浪向有只市场，叫沧州市场。市场里向一共481个位置，一律侪是沙发式的停靠板。当时个上海滩、沧州属于一流市场，那么贵金雅致，首位市场。那么市场呢，450个位置的确真好。那假使一套和融资1000多个位置，搿是受了后头计划的听众听觉、视觉侪要动荡之流的了。叫门前霓虹灯点缀，为神啊是一个鸡鸭翅膀台，来个男女听众穿着侪是齐齐在在，身子穿子了阿掉，有个女子跟伢来，根本是听是听不懂，7:03的还算杀杀在了台。苏翠西哥子广东喊我们，米金八一三分汤，一只熏蛋切至2/2，红烧腊肉进来，盖么自有厨房送得来。休息室、地下间方便位于厕所间，一台啤酒新鲜是吃肉听书再入味。石狮先生进上海，三个才子上插台，要么离了家随之红出来，要么推出去奔驰特台北，上了随身的家属侪要用出来。叫一说叮咚，心目向沧州市场来登台。那么石狮先生啥才要到上海来演出呢？身为上海是国际的大都市，十里洋场花花世界，乃上海红得吃几万岁干。留下来个五个日叫做十一，非但全国有名气，甚至于世界有影响。所以，那不单单石狮先生，任何艺人侪要到上海来拍拍丑的。今朝是1946年12月2日。沧州市场举办特别大会时，那么从这市场里到年底了，侪要做会事的。特别大会时吸引了介许多，他们把子拉在市场门口挂出来，等退票的听众也列到南京西路的。今朝一共6档时，头档林小燕的《吹海棠》，2档是陈丽琴、钱丽芳《小情人》，3档读诗余佳亮的《金代首》。第四的佘西章、佘小凤、佘小王三个当苗金凤、玉钗成凤；第五当吴小松、吴小三个白若然；第六当松客先生、李凤春单当苗金凤、许马步作法完美。那么来发市场里向那个老板了，现在讲起来每位都发掘神采的。你到当庭上，林小燕、余佳亮、李凤春各个三档是模特上想做得蛮好，因此到外模特来邀请，请你到达上海做3天会事。可各个三档是上海的听众不知阿吃，吃的留下来签合同做生意，假使不吃的，搿是白钱，这让到模特上连连喝了五大三来。因此，搿些辰光，石狮先生进上海，不是一下子做长生意，侪是做坏事。3天4天，要让上海市场的老板啊，点点都石狮人的斤两，搿个内行叫搭搭骂。哎，那边要看上海种做法，都有一定的道理。那么让市场讲闲话，好的留下来上海做沧州市场，不灵的那个走到外码头做桥面承办。那么石狮先生呢，还是个。那十年后的上场是能够坐得出甚至于上海马轿车，那十年别家的更是上场是那只轧地车或者2只家走得起，这个呢讲不走的。现在对当林小燕上台，剪个短头发，一副学生派头，开出口来个点喉咙也是个低也是个怒，哎，上海的听众来得个手里，读诗瑜伽的还不错，精到十足。特别是说到金代当石鱼时，背着石鱼是无龙无翼，上海的听众口碑还蛮好。李凤春今朝送客要第六档的，等你上台夜里向10:30也客过着，辰光晚，听众容易催促，再加上你第一大进上海，上海的听众对你并不熟悉，所以今朝个场演出对你李凤春讲起来，这个压力是可想而知。其实冯春是再一正呗，前年整整一年辣辣外码头锻炼，先么从前面村办小码头做起，留下来嘉兴昆山中码头，
再连下来，手追腐蚀的木头。但是熬木头做得再好，人家顶多讲那一声木头烂好，送你半夜上海来，追上海红的吃才是真正的豆香党。今朝凌晨，身浪上一件好阔穿的长衫，里向格子比人多些，一双尖头皮上插的长梁，一个细舌头使得撒谎。现在精神对手，大长时代。那一场在市场里向轻轻叫一阵怒热，大家侪辣看，年纪轻的，年纪轻的，特别是第三排有六个女听客，等待李凤春上台，李多拉拉窃窃私语：“妹妹啊，阿姐啊，侬看呀，哪能？搿个石狮先生卖相老好的，哎，眉清目秀，倒蛮登样的。别过我觉着伊呀，美中不足，哪能？有点香味道，是伐？嗯。”我哪能没闻到？哎呀，妹妹啊，一副是阿拉身浪向个法国香水的香味道，哦、香下头刚刚上来的香味道。不可能啊！哎，你看侬手浪向会戴只金戒指嘞。香下头行个，上海辰光灯了长，侬叫伊戴，伊也戴不出来。倒是个。阿姐啊，嗯，侬看呀，伊辣对侬笑，嗯，为啥对侬笑？哎呀，又笑了一笑。哎呦，对我笑了三笑，唐伯虎三笑点秋香嘞。你多么真真假是做多人，冯春当中人家不认得，哪可能对你多了浪些？其实今朝个冯春，来让他第四排的听客杜先生当招呼。伊说：“杜先生，我到上海来演出，你戴的帽子花来来碰上么？真个不好意思，也是要那个。”第四排十个听众，就是苏州市区米阳里向的小开杜先生，跟伢到上海来做生意，生意做得蛮得法。哎，李德是创最市场的老听客，当然冯春是最最熟悉的。晓得来进上海嘛，特地送只花来捧捧场，祝你演出成功。但是心里想哈啦啦叫，啥体嘛？那李凤春熟女派的，毕竟是乡下先生，第一次到上海做这样大的场子，不知阿来是上海的听众们，不知阿吃呢。有可能在这台上，他自家在那打招呼。哎呀，李凤春啊，台上你那打啥招呼？哎，他是唱最是的。哦，你当乡下头老火这是的，是不是？带你忙忙，今朝个咱演出要紧的，那些种思想非要开些差。凤春，关键自家别慌，力大肥些，但是只有一口。再看见个这场子，万里阔，十里多，一只只乘客被收服虚在。李德时代后头看不出石狮先生面孔的几十个位置，他已经全部麻光。想想苍翠市场，苍翠市场，搿个几年来我梦寐以求，谁想登上那个只时代？今朝么呢？终究是指我个牛子。市场的气泡，听众的神光，不由得是奉承，飞向礼品。风尘恩，不是把往事在，thank you。
唱，我深记得世上，你这看见真实是打来的，有的卖出来，有的白搭配，是吧？山里这苍翠是山，我醉够了，悄悄微微，风风雨雨，岁岁岁岁，穿够了都少归。谁能给金山山里这苍翠是山的。现在的风尘最一个心思，我也是合适来了上海立了家庭，以致我的心里应该一个正门，现在要出亚生人。上海的听众，特别是沧州市上的听众，内行多啊！一听，哦哟，搿只曲子弹得好，以致飞得起，上波弹到中波，中波弹到下波，下波回到上波，哇，一个满堂彩！当，冯春山侬以致第二个一大音高唱一曲。当中美定香味，飞弹加上弹得好，唱功啊呱呱叫，喉咙也是好，运腔也是好，味道也是好，字正腔圆，哪是世上里向叫好哩哩？哎，世上后头搿只电话铃铛响着，叮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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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打电话拿起来，喂喂，阿弟喂，侬啥人？我姓陈啊。啊，陈经理是吧？哎，侬哪里位？侬好，侬好，我是东方老高呀。我老高。哎，侬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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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问侬呀。啊，侬搿边情况哪能？是哪里啊？哎，好。李凤春搿档哪能？好个，好个。弹得好吧？好。说得好吧？好。喉咙好吧？好。唱得好吧？好。介好。是好呀。有人抽筋伐？介好是哪能抽筋？市场里向动也勿动。真的好好好，那是突然喝的，啪电话挂脱。叮铃铃铃铃铃，哦哟，今朝这电话忙着，其实侪是别个市场里向的老板打得来，了解了解情况来出出行的。因此，石狮先生到上海，才想做唱嘴师呢。唱嘴等于交易所，只要唱嘴开开，留下来别个市场里向的预测合同啊，一张连一张，那石狮先生的生意也来不及做得嘞。哎，是。后旁有两个听卡了，啷个去嘞？郭先生，王先生，
搿当时乖乖姐要哄出来的，搿当时要穿出来的。哎，开开机喉咙搿来家发愁老实讲，阿拉侪是老年多了，一听就晓得的了。对对对，没几句闲话，搿头的清清爽爽。特别演出门前弹一只曲子，让阿拉享受享受三弦独奏的味道。搿哪不是那个三猴子啥时候有的例外？哎啊，邵先生。邵先生哪能？你把花头一个。谁看两个女学生子喂？哎呀，背起子面孔那是是讲好好的。王先生老是讲邵先生只会得放放臭噱头了。哎，去讲去讲两个女学生子，实是路子不正，品味不高的了。是呀，哎啊，今朝不知啥人想出来喂，两道面金龙包里一袋，这个神仙太太邵先生个袋娘的吃苦的也是。哪么老古闲话了？不是不怕不识红，只怕红比红。对对，两道苗金凤摆了一道，哎，李凤春的苗金凤上识得噶好。是呀。哎，侬看这立起来了，立起。哦，去夹色。哦。哎，去马步一步三，摇摇文龙文一个去马步嘛。像个像个石头一样个。王先生，阿拉才是内行嘞。嗯。苏州平台我懂哎。嗯。四个字：失血代偿。这倒是。李凤春新发明新创造。哦。唯一懂一个字。中共的中啊，失血在创中，失血在创中，啥是元旦要蹦出来的？你老李啊，听众在拉拉你了，不晓得昌水市场一头马路方向一排是玻璃厂，当中两扇落地长窗，长窗外头一只十五梯，现在十五梯后头里向脚下立好一个人了咯，啥人么？谁是邵先生？今朝你是第四位数，我只是在特位压了了。后头里口口拿李凤春台上就进来，当然心里想是定好的，台上想出洋相，从此迁出上海的。那李凤春要进上海，邵先生比那走得多，老早进至上海。上海市场里个两个老板理财混熟的，挨当那李凤春到上海做市值男子，随时你出个怪底子帮你安排了海，日里两只，夜里两只，日里向对当。神王庙平玉楼，送客要够得十家大富有；夜里向对当了红磡，送客够得成都、北路、沧州市场。搿个四只场子，真安排得三个像歪歪似的过。那么大家侪晓得，对当送客搿个是顶顶难事。对当来上台，下头听众陆陆续续围分得了。等到听众得时，一听是难得辰光，差不多要下台时，十点啥听客分晓得。送客是干啥呢？那夜里向十点半不上台，等到菜市场也十一点多的。特别那对当送客，那没得真本事，听客要催钱呀。那么再说对当下来，那又没办法休息的，要够到下来这场子，谁要等到送客来再上台，心里素质稍微别家的是等到了喉咙啊要够脱的了。那么邵先生上天要隆送李凤春的两点原因，一。张铺内红出来，和三子小凤不能挖得起。你这之计，你也是苗金凤，我也是苗金凤，同行协同。其实嘛，公平竞争，各人说各人格，地斗神是哦，邵先生不是安想。你认为你年纪比我轻，喉咙比我好，马相比我好，你比我说得懂，你比我唱得懂，一旦你红出来，我也踢出去啊。所以定和在台上想出洋相。不晓得李凤春今朝一上台，市场里向叫好哩哩，你听呀，听他的反应，说得你们呼喝的喝，样样在喝，说得我们一个动的党啊，不是，还是侬十眼别接了。哦哟，个戏出来要红出来嘛，一旦你红出来，我也要踢出去的。哼，不是讲比当，就是邵先生现在眼睛里向光的呀，歪的不得呀。邵先生的为人实在嗲，举挖垃圾，爱上的东。一道嘛送故事，你们回来
人比谁浪个绝不允许把我唱失血得唱是故事受罪得日道理那么受家吧出来，不是讲比刀，你是弄人几一脚，可得自身恩。奶红出来，小凤不奶，挖得金多两缸的，一打一打，我乌拉拉上海滩，非要奔到天出去呀！哼，对啊，不要的。趁奶你几称，家根为肥里啦，我也是人已经恩恩。一天理想不能可妙的好的上海的从小白记载我在大大鬼干理由来娘里都白子老乡隆隆碧绿翠翠呢可难啊你得了讲这是来了上海我上来抢为帮忙人了根本是啥人帮忙十本翻译丁应我根本是个丁家的难为的得上海哎呀抗州胜利下来你父子杀人或者龙子一只国民党与集中的分裂战为人上要胜一笔必至国民党该子的名字叫丁天明一到上海我忙了要去么把老头子啊宁吉娘啊以在历史交易所里想经历那边要看看你西藏家里几日三日空架子有日子他说西藏都然里向他的旁头哦哟两高头说没的与之联系的那李凤春要进上海，赵先生去寻过你个，薛丁先生，一对不那个小举立了家头，非但小凤要把你挖得起，李登侬我也吃下一个，你快点动动脑筋想想办法呢。那么难当你小凤个事体嘛？哎，只要你小凤肯，侬总归神仙多。搿对面老江湖闲话，哎呀，我落了。小凤肯，神仙，搿么小凤不肯，不肯么留下来再讲了。丁天明一想还没喝这个女士是现在来了哄出来一旦努力龙得水里我来吃咋再喝靠你爸的是霍霍斯卡是李阳山上海派龙一个小时是一日废战包了都生了是西山的来的个个性我也想着今这个丁西山还来市场里想听事刚刚科技收了了再一滴泥巴那么要进十五天浪向下来，通过电话室对的门前市场休息间，小子一声调子，关着厨房，来到送到市场里，阿么第二旁扎西装的丁先生打。记着这个丁家里今朝坐了市场里还没改革，上天不李凤春一上台，市场里向叫好哩哩，听得你乌拉不成，恨不得你起来一毛的。现在一看，赵先生调子。嗯，没好，随便啥事体，等到赛市场再讲。市场里向掌声不热，哪个冯春十四刚去得劲？十四三个理智派，快而不露于本领，接二连三放学的开了会子在眼睛，王金山冯谁读着大计呐喊，猛在听。市场里向赛自然听众纷纷围出来，大家侪辣辣赞叹李凤春的档次呱呱叫。第三排六个女听众还辣辣围出来，
顶天明妖精当当当当奔过去，得一个年纪大点的中年妇女比了。娘干嘛？妹妹没接受。听说你读南五，英英闪闪，闷着做生意。你老板讲个，哎，闷着请两桌堂会，喝喝酒，热嘛热嘛，所有的开销由你老板来。不过今朝呢，要你帮帮忙。喏，我搭搿个李先生李凤春啊，以前有过点矛盾个。啊是，那么又讲你家不你家，啥个？等下我搭你讲的阿模样的，拿出来，你帮帮忙，出出手面，拿出面，闷着听你的，你屋里去吃夜饭。等下呢，我派车子送到这去。杨干妈一听嘛，说蛮好啊。刚刚听书辰光，看见囡儿英英写得了个只字不啊不拢，证明这个当时蛮熟了。假使囡儿写得闷着听那个李先生到屋里来吃夜饭，不止要高兴的呢。说蛮好蛮好，真定这个。说我大致五个姑娘后台去等，定家里家子家们打进来，先当着好。哎呦，李先生，弄好弄好，上有不急，真是一夜无病归大海啊！冯春刚刚下台，人比较兴奋，听见声音抬头一看，只看见过来的听客，身上西装笔挺，一副金丝边眼镜，在戴了张面孔，仔细一看门，啊，啥是你呀？冯春，发了眼，但是那夫妻的来，我搭里站起来时，印象不合，我气死侬！一人呢，一地听众未必离开，母亲侬好，值得心底来。人生何处不相逢？好，香烟马上坐上去。来来来，李先生，来一根，把小包。菜也不菜，身体得得住。来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我不会吃的，不出身体呀。李先生，侬何必搿能呢？老实讲，搿段辰光我一直辣辣寻侬呀，寻着侬，我也想帮侬解释解释以前的误会，倒是没机会呀。误会？后国扬名，马国举，用到那种伙计？咦？去啥可误会？旁边的邵先生，哎呀，就好少错出来。阿春啊，你哪个啥个态度对付丁先生呢？丁先生一直在那做好事体哇，你是分做坏事体哇。你不要认为丁先生在那日本人搭做翻译，各个名堂嘛，我晓得过，还叫出席举国哇。那么呢，我晓得了，该这个丁先生是国民党游击总队的分队长，历史上伟人上的呀，参加国立大学分担多高处。那么呢，不丁先生帮忙，来来试看他边浪向这个新四军啊，游击队呵呵，就要多死特的人嘞。啊是阿春啊，你还是识事官，你还聪明人嘛？你识事的虽然是本人手里，不是不完。那个张明信片落到子日本人手里，日本人想必呢，侪是丁先生帮个忙，你聪明想出来个办法，啥叫啥？白帮高墙皮，阿春啊，你想想，人啊，胆子硬上了，你哪会不死个呢？你哪会得活下来？各个里向啥个名堂？你总要动动脑筋想想看，侪是丁先生了，不不不
帮你忙喂。那么说首先生这嘴巴蛮顽抗，你哪讲的台上实事不过人，台下是蛮顽抗，台上是要讲哈哈，台下头真的滑落了，是一个能够说得滑走来，我个能够说得哔啵哔啵跳起来，但是台上呢，我个能够说得水，水个能够说得硬，硬个能够说得僵，台下才东才西，那么台上本事拿不出。这个内行叫台下老相夫，阿春啊，才是丁先生了，不帮你忙喂。那首先生他挖一番。好玉的，想起十四岁上玉两个分明不吧？谁死了十分人手里？当初十分人怀疑我是新四军，搿哪会得我分析了我的现在讲？耐心的真的是在误当中让人帮个忙。阿春啊，你刚刚那个是丁先生是后继呢？哎，现在康州胜利是后继什么味道？后继青的，要吃果是松的，是要枪毙的了。那个丁先生蛮好了，还哪位是后继呢？我不是晓得了，还你是国民党游击总队的分队长，有只伟人长官。那么呢，你如果心里想有点啥，哪位今朝到市场里向来寻来呢？你如果当然有讲嘛，哪可能一高头帽子几十张，不要请朋友来碰那个啥哦？我有一桩事体么？那我收获在丁先生叫我买只花篮来捧捧，然后一个白兰花么？搿只花篮忘记脱买着，虽然讲分买么？丁先生总归是一份心嘛。现在丁先生是上海交易所里向一个经理呀，你讲讲哪个什样个态度呢？真叫丁先生气量大啊！我知我是，我知我是呀，我是个娘。搿两句我都还有点担心。搿初二的时候，丁天明神仙要害死我，那回看今朝来看我，上去戴着帽子薯片来碰我个伞，所以对丁天明妈妈，难心的我真个误会你着。李先生，老实讲，为了缺席救国，丁某受的委屈是没道理，想伊到一坐过去，来个。苏轼风尘，毕竟年纪轻，所谓经验不丰富。我讲耳朵跟比较硬，本督两高头一打一当一吃一唱，这样一番讲什么？但不好意思，打相宜接待是一天。哗，当后继当的当当娘。哎呀，但是我最近想到妹妹姐，虽说呢缺席举国，当初呢混了市区市场里动起先锋的南京，个个也难讲什么。嘿，丁家的私欲的，你三哥晓得你来做啥的？哈，相宜坏特么在边浪向走走水。这个阳光马凳子上有人，妖精二了二了二过来，哎呀呀，李先生，今朝你为是说是说的，还是吓得嘞？这个亲们呢？哦，李先生，我来介绍各位老听客是阳光嘛。家里妈个事接不出，可以不得怪个。对李先生打上招呼嘛，杨太太。李先生，你好，你好，今朝为什么说的说得好，说得好，唱得好，马相好，喉咙好，牙个带得好，哦，胃血的好。我这个男人英，你别看看你年纪轻啊，你还是老听客的呀。平常再难学个事，顶多诸葛亮一气。哎呀，今朝你的男听子难个事，市场里向咯了咯了，笑出声音来着哇！讲，这个就叫气。金奶妈一笑了，哎，李先生，喏，坐那个你第一只位置，就是英英小姐，我个朋友。椅子里这里指个方向一看嘛，一平把坐下五位姑娘，这才是别别之至。那当中的英英小姐刚几个得吃，披一件黄狼皮的大衣，里向黑丝绒开阔的长旗板，玻璃丝嘛干跟皮啊，细细把个皮肤杀起一个内胡子。二位主子的行李
珠宝、金水笔，真是为永永无归。的确，银银小姐受了世上的是令人瞩目。虽说讲你小凤长得是不错，但是呢，顶天明月是俺一位上海姑娘，不记得这位同是小凤的男亲吧？哎，想得哎，他们做你的亲戚，我把你这个急得很松着。杨家妈，这个武艺功夫真的是一等。哎呀呀，李先生，我听说你都到上海来做坏事，只做三日天哇？哎呀，你自家喝个水嘛，哪只做三日天呢？多做两年，让你妈白白安福。是啊，是啊，明早我请客，请你到我屋里来吃夜饭。冯春珠，你的可是不能答应。上次么，一天忙出上海来，小凤千叮嘱万规矩，上海一切饮水侪要回头。杨太太，哎，真的不好意思啊！我呢，对当来了做红客，过得挨到一座松客，辰光浪向了，实在来不及办事。李先生，我东莞，你到这为什么落当时的了呀？每当时半个钟头，辰光有点事哇。啥个？你明早对当来30-40分钟，这点下台，你没怕车子来接你？接到屋里刚不刚吃夜饭？只要是不想想呀，留下来嘛，再拿你送到市场里。你没来说事，你没来听事。哎，李先生，我这点面子。你总归要不为我管。旁边的赵先生后生要变阿春啊，杨家妈十年热心嘛，你不喝回头管，你也懂个，你十四年么空心的呀，你一红出来谁也来听客捧，在那本事大听客不捧的是后生贴房子红不出关，再说明早有车子来送来，啥个浪向不喝呢？啊是，那么呢，你不来，市场里向开个天窗才是空位置，你一到市场里向马上客满，哎，阿春啊，哥哥面子最。你扎得定做，各个风头最难出的天气，你也答应给。妹子啊，我的儿子你也不为我管。本都两高的讲得实，俺没得改过。我再也回头还想不近人情，奉承只能给勉勉强强。杨涛涛，哎，辰光浪向呢，真的实在进不够。那么再看，我明早呢还做不够。哎，哪么得这个么真听说啊？闷着你等来啊！看看看，讲讲嘞。李凤春啊，哪么那话比各个人户那好气的？各个人户那不能气，各个人户那气不得。到了各个人户，哪么要苍穹哦？到底哪么会气？